哎，你看我带了一瓶，你有毒。酱油和这个白醋。哎，好巧，你也在这里啊。有没有什么想玩的游戏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要不要选它？你要玩啥？我感觉什么大冒险吧。哎，我玩。那我们就玩这个了，真心话大冒险。哇！哇，这个刺激了，我跟你讲。有很多很刺激的问题。这是一款 SD 卡，可以随时随地记录和分享每一个感动的瞬间。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不需要把它从照相机中取出，直接通过 WiFi 连接手机、平板电脑、PC 等设备，就可以轻松分享你拍的每一张照片啦。在拍完照片之后，记得用 Flash Air 与我们一起分享哦。它这个如果心跳特别快，会有什么反应吗？爆炸！爆炸！爆掉！爆！哈哈哈哈哈！伴随，你认为是第一届的中心吗？不是。你觉得自己很有名吗？并没有。心跳慌了，加速，心跳加速，并没有。你会收藏自己演出过的节目吗？哦，那天天看啊！不会啊，我没有。老实说，你有没有想过单独出道？假如给你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你还会选择不参加 BJ48？ 不参加 BJ48， 他理解不了这个问题，他脑子转不了这个问题。上课否定是肯定的吗？直接否定，我们这个智商不太够理解不了。不会这么尴尬呀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感觉爆了。那我换个问法，如果给你一个重来的机会，你还会选择报名参加 BJ48？ 这过分了吧？这过分了吧？没有断选的 BJ48 的，说完这个话，我断选回去了。好，不会，不会。你不是说要不要？感觉真的这几下心跳更快了。我回去，我们领导还能让我活吗？他们知道我们所有同学压只能压不会。他领导说断线以后就止损参加冬之外物。我本来是心跳过缓的人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本来是心跳过缓的人。是啊，断线你这个部分 OK 了。哇，那么刺激的吗？接下来轮到胡小辉了，你带好手环了吗？带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在 BJ48 中，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可爱的吗？不是，送分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觉得你自己的今年的总选城市会比去年更好？不会。还看我秀相？认为刘书贤聪明可爱。秀相的气焰了。我再问一遍这个问题，你认为刘书贤聪明可爱，人气也比自己高吗？没有。心高了蛮多的。下一个问题，有没有想过要战胜苏珊珊？肯定没有。再考虑一下。有没有想过要战胜苏珊珊？从来没有。我心跳一下子。啊！我突然觉得很搞笑哎呀，真的，我还说从来不会。这个问题是粉丝 ID 为宋莹莹520陈，他提问：你会在39岁之前结婚吗？不会。不会，那都40岁以后。孤独终老吧，孤独终老，没有人要了，我们冷漠。不少会过关了。我以为多紧张，没有我想象中的紧张。你要怎么进攻？我以为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我们
准备好了吗？还行。看你好像很平静的样子，希望你问出来问题之后啊，你的心态跟面部表情一样。好，我们第一题啊，第一题就是个粉丝的问题 ，ID 叫 XSL2510 招。一上来就觉得自己是现场最聪明的人吗？不是。好像是实事求是的一道题。好，你想去 DJ 48中心位置唱歌吗？不想。冷漠。不想唱歌。羡慕 DJ 48的 Top 3吗？不羡慕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真的不羡慕吗？确实不太羡慕。为什么不羡慕？因为前三每次都要被叫去采访。今年有想过进入前三吗？没有。刚刚吴小慧觉得你不聪明不可爱，也认为你的人气没他高，但是你觉得你自己能打败他吗？嗯，不能。有点波动啊。好，你不要饼啊，放开放开放开吧。平时就一直这样吗？冰山美人啊，冰山美人，他就只有冰山而已。好，下面是我们秦宇文同学啊，粉丝 ID 为 SM King Soft 怀，问你们这么忙会吃早饭吗？不会啊，这问题谁提的？这问题很鸡肋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粉丝 ID 叫 Rosie 家庭，粉丝是你的精神支柱吗？他努力让自己翘一下，赶紧努力翘一下，站起来碰两下。那什么人是你的精神支柱？郭京飞是吗？这个 ID 叫哥哥洞庭1980 I0， 他问团队中有人会唱嘻哈吗？这都什么问题？很奇怪，我的问题都很奇怪。对对对，来，请苏珊珊表演，表演一段，你来一段，来一段。谢谢苏珊珊系列的比赛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听闻你喜欢刘胜男吗？嗯。看在你的表情，哥哥，看了吗？很平静，嘻嘻。完了，哥哥是不是心跳已经没了？没了。有没有被舞蹈老师训斥过？没有，应该不上课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年轻成员中，有信心自己是最被宠溺的那一个？是，不是？你们 B 队有年轻成员吗？我就是我们 B 队最年轻的成员。好，张华锦同学，哎，请听题。好，第一题来自于粉丝 ID 为原子猫8222蓝的粉丝，你希望自己总选夺冠吗？不希望。毫无波澜。那咋说呢？其实我就是来养家糊口的。那你有几口人要养啊？很多口，养不过来，自己都养不过来。有没有不知道名字的前辈成员？不，没有。那请说出所有前辈的名字。看到人气高的成员，总想上去套近乎。不会，不，这个是因为我一直很怂。有没有队友爆料的？之前参加同选什么彩排的时候，有没有去跟前辈套过近乎？就是因为没有，然后被晒哭了。有没有想要去套近乎的成员，一直没有付出行动的？没有，他有喜欢的人。嗯，你有喜欢的人啊？是粉丝吗？是粉丝吗？是粉丝吗？爆了！就这么说。觉得公演前的排练真的很麻烦。不麻烦，很喜欢的，非常期待，我热爱公演。啊，这个话给你们舞蹈老师带到啊。一百了，快讲。Xperia
啊是东芝超高速存储卡系列，有两种款式，一种是极致超速，还有一种是极致迅速。极致超速的读取速度高达270兆每秒，写入速度最高可达260兆每秒哟，实现无丢帧高速连拍，非常适合高端的数码相机、摄像机等使用，特别推荐专业的用户使用哟。好，刚刚我们进行了一轮个人的真心话大冒险，现在我们游戏升级了，我已经开始跳了。对，有两位成员互相 PK， 他们会回答规定的5个问题，然后之后呢他们两个可以互相问问题。好，好啊。好，我们第一组邀请到的是段宇璇和苏珊珊。嗯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看对方一眼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你们两个人关系是不是不好？没有，不是，毫无波澜。好，第二个题，认为对方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问题太没意思了。你认为自己比对方更漂亮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完了，后面队友来投个票，觉得段宇璇好看的举手，觉得段宇璇好看的举手，觉得段宇璇好看，好看。觉得段宇璇好看的举手，没有，没有。段宇璇最近肺不太好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别忘了箱子装了。好好好，别说了，下一个吧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段宇璇100。好，你觉得对方的私服品味一般般？不是，这个我想回答是。好，好，不是不是，虽然现在私服品还是很好的。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漂亮吗？就是和段宇璇一样，一点都不老土的那种。嗯。对对方获得的工作机会会非常在意，不是，真有默契，有默契，有默契。我认为在今年的总选中，我会在 BJ48 排在第一名。200了。好，下面一道题你们互相提问啊，由那个段宇璇开始。跟我坐在这个桌子上坐，你一直是一百上的心跳，你一直都很慌，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？不是。多少了？这母子才50。就我，我说了我心率过缓的，我把我的心跳频率都曝光了，这一次。他呢？突然三步，你看我降了。你喜欢青玉丸吗？不喜欢。你喜欢郭京飞吗？觉得自己长得可爱，人气高，对啊，不是这个。这种违心话，你让我怎么回答？段宇璇依旧毫无波澜。下面我们请到的是刘书贤和胡小飞两位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看一下对方。一个笑靥如花，一个冷漠脸啊，好啊。好，下面开始问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差不多。差不多一样。第三名和第四名相差很悬殊，是吗？不是啊。65/80。好，第二题，不认为眼前的对方是可爱的。不是，不是。说很平。87。第三题，曾经说过对方的坏话。不是，不是。我只报这两个，我说了对方的坏话。心态好，心态好。老实说，你们不想在一起。嗯，不是。那就想在一起。就是想在一起。想在一起。对啊，你们给点反应啊。老刘。好，第五题，我拥有眼前对方的不能对任何人说的秘密。没有。哦，我一直没动是吗？我一直都。啊，一直没动啊。我非常的不爽，我那不爽。天哪！那早知道我就等会儿。那如果我比他更低，就是我赢了呗。对。他现在是多少？他现在60。好的话。不行，你太搞笑。我知道了。生日公演，快点。嗯，生日公演准备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多会了。嗯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最可爱的你？老刘，我爱你。嗯。来，你再问他一个问题。老刘，你爱我吗？嗯。你真的爱我？嗯。那你可以亲我一下吗？好的，这个环节刘书贤完胜啊，完胜。不会爆了。不好意思，赢了。老
聊三个字聊不动了。我们的游戏又升级了，刚刚是两个人的 PK， 现在是我们三个人的 PK 了。好，你们三位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先报告一下他们的基础心跳。你看我这个基础心跳就快的人，115、83、46。好的。我就是就跳快。开始问问题了。第一问题，入团后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吗？不会。100。看下降。骤降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一直都虚报自己的身高。你怎么报的？那要不公开一下身高？没有。各自的身高，从理想开始。160，这样我入团过后有涨啊。多少啊？那可能也就比理想高那么一两厘米吧。我159的身高让他们两个脱了鞋跟我比，你比我矮，来吧。159身高也有，你比我矮，不要小看一个入团到15岁的孩子。你们都没做这样高的姿势。好，小树你多高？我的160可能跟赏哥的160不大一样。好，两个站起来比一下，来比一下。这个臂不一样高。拍集体照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会踮脚。90。不会。90。一定长不上。看李子。好，下面从李子开始给对方提两个。简单上是老给我们队人放高利贷。没有。我放贷都是07。从90到100。不可能，我还给他们抹零呢。我们队的人是一缺钱就找他借，然后我觉得他肯定有放高利贷的嫌疑，我都是还给他们抹零的那种。好，问一下吴信男。我小叔叔每次觉得自己身上发出什么哎嘿什么之类的声音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可爱？没有。哎嘿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跳舞是最有活力的？是。没有啊。有什么问题呢？抱歉哦，我可能真的要问了哟。你问，就是哎呀。就是公演的时候，黄仁如给他念信的时候，尴尬吗？没有，真的吗？快看心跳多少？110，上一点，是从90上升到110。这实在的，想哥，你是不是还是特别在意什么？没有，肯定在意。想哥，你在意你的法令纹吗？我在意我比较秃，我不在意我法令纹。想哥，你在意你刚入团的时候剪那个齐刘海的照片吗？没有，一直在往上走。哎，甚至还有很深的怨念。我对你的齐刘海有一种初恋的感觉。哇。Cavio 是东芝移动硬盘存储系列，阵容非常强大 ，Premium 系列、Ready 系列、Alumni 系列、Advanced 系列、Basic 系列，以及无线移动硬盘和手机用硬盘，有没有被这阵容惊呆呢？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根据各种大容量和不同的外观材质，挑选适合你的那一款。喜爱的大片、备份游戏、舍不得删的照片，通通可以放心储存啊！哇！哇！我们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这个游戏彼此的感情更加加深一步呢？没有。有没有觉得哇，我今天好像又更加爱对方了一点呢？没有。BJ48 能不能够变得更加团结呢？有。得到了大家连续三个肯定的回答哦，作为队长来说还是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自豪的，我也看到了 BJ 美好的未来呢。但是我们的春游还没有结束哦，那我们一起来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吧。哇，对，希望你问出来问题之后啊。哦，还有是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对，我想说刚才内容精不精彩？精彩。开心吗？对，我想说这么精彩内容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部分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它就是全部的内容。然后这还只是我们总共有两个环节，然后这是第一个环节，我们第二个环节更加的精彩刺激哦。哇，那